都只知为金教程来了，先打一个活结，套在左手食指上，顺时针向右绕线，注意线圈绕松一点，否则拉线会很紧。再逆时针从无名指向左绕线，一直到食指，将下面的线圈越过上面的线圈，到这里也就算学会了，真的很简单，还不到一分钟。接着将线圈往下压，再从中指顺时针往右绕线，将下面的线圈越过上面的线圈，后面就是一直重复，直到知道自己想要的长度。我只用了14分钟就织好了，现在开始收尾，将线圈取下来，将第二个线圈穿过第一个线圈，再将下个线圈从这个线圈穿出来，再重复一次，将线头穿过这个线圈，拉出来，收紧，拉平整，这是正面，这是反面。接着将线头塞进织好的线里，贴上小熊贴就完成了。快去给你男朋友织冬天的第一条围巾吧。